你看这吴景浩头顶是不是有道绿光？你说他看着傻傻的，会不会到现在都还不知道？说实在话，我其实挺羡慕韩飞的。你说才大一，他就九彩两只船，是，我都大三了还没男朋友，我也想有这样的手段啊。 来，戴上，这音乐好听。同学，图书馆是用来学习的，不是用来嚼舌根的。就是因为这样，把时间花在了道听途说和一些没有根据的八卦上，你们的英语四级才会到大三都没有过。离四级考试没有多少时间了。 有这功夫，多背两单词吧。走走走走走走，是是。